不许动！你们凭什么乱抓人？我才17岁，我还要上学呢。小子，上了这些年学，无神论、进化论没入心，反倒去信神，还传教，共产党能不抓捕你们吗？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害怕人信神呢？就连我一个学生信神，你们也不放过。 如果你要坚持信神，我们把你父母也抓起来，让你们全家留在监狱里待着。你们凭什么抓我爸妈？这两个是信神的，好好照顾照顾他们。到了这儿，没人会把你当人看，打死你还不就跟打死条狗一样？六叔，救命啊！ 神啊，我心里很软弱，求你加给我信心和力量。人类是神造的，就应该信神敬拜神。我信神天经地义，走的是人生的正道。可共产党非要抓捕基督徒，这不是打击正义吗？别以为你年龄小，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。 别打他了，他是个孩子呀！你17岁，我去！小子，你因信神被判劳教1年，你就是什么都不交代，我们照样判你。